办了，姐妹们。今天吃的高倍的炒米粉，吃的比较丰盛。没胃口，热。这鱼腥草有点老了。你们都说我牙齿不好，是的，长了四个智齿，有点痛。这边还没有拔掉，这个是我父亲种的那个西红柿，超好吃。哇，辣椒，你吃啊。关上电视，吃个炒米粉。鱼腥草你们给我来个双击，感谢。哇，我妈拿个矿泉水，少吃点啊，高温，上天地出了还是热。你走吧。来了，鱼腥草，超好吃。